的小周师傅，欢迎。哎，丰收跟妈妈可以关注台后。哎，很烦恼哎，你看啊，又要这个大家都要回来了，你知道，这时候就是我们这种中年妇女最辛苦紧张的时刻了，团圆的日子。对，大家回来有时候一二十个哎，怎么办呢？我们真的需要很多的，他又没有外佣可以帮忙，对不对？又没有那个小孩子没训练好，也不会帮忙。到底我该怎么样处理这两桌呢？游玩去吹就好帮手，在过年之前情况啊，大家都出年货，什么伴手礼？其实有时候有个好帮手，也是一个好的伴手礼。哎，对，好不好？很好。来来来来，吉卡。吉卡是什么？它是个气炸锅。哦，气炸锅。好不好？可是你们看见为什么是好帮手？为什么？来。一只鸡在里面，这个容量这么大，一只鸡耶！这个是用到的，用到了吗？对啊，用到的。哦，你看，可以烤一只鸡。这只鸡啊，去讲，圣诞节就是该推荐给我。去讲它冷筋，冷筋。对对对啊，这个气炸锅吼，它说真的呢，我觉得它这个算是现在市面上吼容量最大的。你想想看，以前气炸锅，你是不是你只能烤一个什么，烤一个什么啊？嗯，就是很东西很有限啊，那个鸡块啊，对，不多嘛，都碎碎的小，对对对，鸡米花，对，啊，你就可能你要烤好几次，嗯，那可是这个呢，你看哦，你要是过年时阵，拜拜用这個，而且完全不用赶，这是我跟你讲，拜拜用这個会包杯，有哦，妈妈我跟你讲，我气炸锅很简单，我就是你赶快那胡椒盐啦，啊，什么豆油啦、米酒啊，所以150度。然后150度，50分钟哦，无你伤关也差不多。啊，内底无熄个，对对对对对，内底无熄，150度50分钟，你拢无免做代志，伊都安尼啊。哦，你是不是很轻松？不然你全鸡你过年要处理很麻烦嘞。对啊，啊，你安心嘞，买一个两斤的，甲塞入去就好啊。对啊，所以就是我觉得在过年的时候，你找到一个好帮手，就是他也可以让你真的轻松很多。啊，你可以加快买啊。哦，你看，你看，哦，有个 juicy 嘞，有无？那来这个金金水水哦，啊，行啊，很简单，真的很简单。这个这说讲坦白，这个烤鸡我真的没有做什么事情，嫩，就干干单单，要下呗。对呀，对呀，现在它的加热功率都很强，然后还没有那个风扇呢，它那个热循环也做得很好，啊，这边我也特别跟妈妈讲，煮气炸锅吼，九蛋这吼，它这个全部都是不沾材质哦，而且它都是食品级。就是说你可以就安心，你不用怕说这有什么对身体不好的，来宾嘛，赶快油会滴下来，对不对？而且它这边主要是它这里它这个啊，你看它有个方向有没有？它是都往这个方向，它就是会造成循环。你看它都是往这边后面开嘛，往这边嘛，风来的吹。哎呀哎呀哎呀，放在那边风下，它就热，一直吹，一直吹，一直吹，所以它可以非常的均匀。所以很均匀，哎，看嘛，吹掉电话，金米嘛有啊。有没有？它等于是360度，都刚才进门家跟门家跟油电来连，它被四面八方加热，轻轻上上，真假？最主要度量真的很大，很大就很大。对啊，跟我们一个汤锅差不多大。差不多，说真的，我觉得两斤的鸡能够这样子完成，我觉得已经很迷人了，真的很迷人。那你今天要用这个来，不能只做烤鸡啊？没有没有，这烤鸡今天只是道具。哦，一个道具啊，蛮好吃的道具。对。所以我说，其实像这个，因为它容量够大，所以其实它真的可以帮我们解决不好处理的食材，可以做出一道大菜。我们今天来做一道呢，大福脆皮猪。脆皮猪哦，来，你看，哇，这得水哦，你看这大碟吧，三掌，要不要煮？很麻烦，煮是不是麻烦？它菜拢是用水落去滚啊，啊煮好些就摕来拜拜啊，啊插一支香，啊用香灰啊。对对对。对啊。来，今天呢，我妈妈一样，我就教大家如何让它变好吃。哦，怎么样变好吃？而且很简单，就是看我们的好帮手，好不好？好。首先呢，我们先一样先用叉子。好。你说这个就是外面卖那个很脆的那个？我先解释一下哦，一般外面这个皮要很脆哦，很麻烦哦。因为真的很麻烦，它有两种方式，一种你无就是要在放冰箱吼，烤风烤冷干啊，烤到会打起哦，再去烤。啊，另外一种吼，就是你要先用那个有小苏打的水去煮30分钟，煮到它的皮吼弄嫩起，再去烤。算了，对。那我是觉得慢慢来，应该做完吼。我必须说，咱不是跟他外口一种脆皮猪赶快，不过咧一样好吃。赶快这边一定要先戳过，这搞那不插几下坑哦，味道可能进不去。对，那以及就是这样子，其实也是把肉去松弛。
说真的，我觉得这样子做的肉吼，其实会非常好吃。重点就是吼，你把肉短。重点是像平常这么大块肉，你可能很不好处理，对不对？你要放在炖锅卤啊什么，给它炒回到给它够爱够老回的会惊嘛。对哦。可是今天如果可以用这个的话，按按的话你就不用担心了，因为它整只鸡烤得好好的，这块应该 OK 的。马边够会啊。对啊，算好时间，那个照它上面的模式就可以。我以前有做过卤过这种，也是因为过年嘛，要个大块。对哦对哦对哦。啊，一个落去安尼哦，也是，不干，不干，起筋多命。对啊。要分两次，第一次煮好只是熟，啊个浸泡里边，第二盖那个肉很软。好，对，没关系，今天看我们怎么煮，真正轻松之多。哦，好不好？来，接下来我们有一个很简单的腌料了。腌料，黑胡椒，然后这边我们要再来一点白胡椒，很简单哦。那你看洗腰筋干单吼，那白胡椒大概黑胡椒一半就好了。好，那盐呢，我们就半大匙。好，这么大块都半大匙，咸度刚刚好。而且我觉得这么大块的肉哦，你做哦，还是八角哦，就贼哦，切开来都是肉汁，哎呦，好夹干，增加好夹干。好，米酒炒到三十五十了，拢会使。它主要一方面去腥，一方面是把我们的那个香料哈，可以把味道融去的。嘿，那这个如果这样就好了吗？啊，这样就好了，简简单单。这样就好了。因为说真的，今天等一下用那个好帮手来烤出来的肉哦，皮很脆。哦，我跟你讲，光那个脆，那个卡斯，然后家里面的肉汁就好吃。好好好，你真正我要靠边光选火炸。嗯，好，为了稳。哎呀，会稳。哇，细面弄会稳哈。嗯，哦，差不多。其实说真的，这样就差不多，因为我们刚刚有戳洞，所以妈妈以这咱这在按的时阵哦，伊迄夹到走了一个肉来滴。哦，你真的试试看，那肉真的是真好吃。你刚侧面有戳吗？侧面很怕不入味。没，你放心。好，这样好了之后呢，很简单，一样呢，就是啊，就这样啊，就这样，就放进去了。哎，是不是很简单？真的很简单哎。啊，要皮朝上哦。皮先朝上。哦，先朝上。容量是不是很大？真的，这大碟可能够狼狼。有啊。嗯，厉害。然后再呢，来这房间来。好啊，这边很简单哦。有什么功能？有什么？它这边其实有很多模式。薯条、肉类、鸡腿、牛排啊，这么要坑肉类。有哦，拢会使。它有很多的内设定。嗯。哦啊，其实蛮被这些登记给大家省。那我觉得如果在佛在贵，你一杯猪仔看里边。嗯。我今天是这样提要跟大家分享哈，八倍多哈，啊，时间直接设定到45分钟，因为这麻雀短的。好，再好了之后嘞，然后中间按下去，你就开始啊。哦，就这样。啊，不过吼，25分钟之后你要把它打开来，翻面，然后翻面，哦，一再搅，好，我觉得算已经做得很不错了，可是你还是翻一下会更均匀、更漂亮。对，因为毕竟有一面会粘住嘛。对，吼，细仔黄金，45，好，稍等一下，哦，好了耶，细仔黄金，哦，哇。哇哦，颜色好漂亮哦，很漂亮，对不对？而且还很挺哎，很挺，嗯，哦，哎呦，丢啦！因为说真的，我们一直这样子烤哦，它那个脆皮会很香。来，这个时候呢，有另外一个重点，气炸锅、狼龙锅、龙锅呢，可以帮你去油哦，去油。来，快点看哦！哇，我的天哪，这顺便炸了猪油了。哎呀，哦，哎，带来插彩，带插彩，你看它可以帮你逼油哦，对不对？是很棒，而且逼的油很多，嗯。皮的那哇，哎，起泡嘞！对，说真的，因为它这种没有经过处理的话，它其实皮还是偏硬。嗯，你牙口比较好，你接下来不会坏。它如果没有的话，卖边用哦。这点嘛，后拜拜，你都到位了呢。真的啊，真的，你看，一只鸡一块吧，拢搞啊，到位啊，你看一只鱼啊。公妈绝对欢喜。哦，对啊，哇，你看这个虾，哇，好嫩哦，可以了。这个哦，九分熟。嗯，这个那个妈妈，你再放一下哦，它就会透到里面。哎，好。太大块不会切，用锯的。对它，可能要这样切，不然那个皮会裂。哦，对，哇，你有听到声？哇，听到这声，摄影师都受不了了。真的很好吃，你看那个肉汁。哎呦，真的。哦，这个声音太迷人。有真的，你看，而且你看那个肉，每个它面都是亮晶晶的，对，那表示说它的肉汁很饱。哇，对啊，那声啊，我听得到不？就没了。天哪，好吸引人。然后而且很简单，干干淡淡，在家里就吃这样呢。对呀，啊，这样试试哦。不，我就调个酱。要调个酱，哦，切了几下。米粒，米粒，哦，这边米粒，对，两大匙，然
后呢，酱油，酱油，酱油我们一大匙就好了哈，麦熊点，要较甜的味，对，柠檬汁，酸，好，来，哇哇，流口水，流口水，姜末，姜，哎，该五哈，辣椒末提味，花椒粉，哎，这金赞。猪肉跟花椒粉哦，后边有。哎哈，然后再加一点水，水哦，嘛赶快撒蘸。哎，好简单嘞，一剁跟它收盐收收的，你去烘啊嘞。对啊，就好了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哦，哎，淋上去。对，就淋上去，淋到肉上面。哦，哇，好棒哦，要过年了。对啊。对啊。啊，过年哦，就是有点特别的。对。我跟你讲，我最喜欢这种干干淡淡，啊，还有个旧版。对对对。好不好？吃就对了。太大块了，不知道从哪里咬，先从头。嗯嗯，要出那么多油，应该不会很嫩呢。很嫩啊，因为水嫩，因为那就大的，所以也把整东西来宾，它的肉汤是没有跑掉的。对，你如果一般拿那些用像水煮那种大块猪肉，其实到后来不会加，对。可是这是水都在里面，那肉的味道都没有跑掉。嗯，来你加一点脆的，嗯。不会很硬啊，它应该说它咬得动，但它不可能像外面脆皮烧肉那样子，它你要啪，因为外面是很蓬的，外面是有搓，对对对，有没有这样子？哎，好吃哎，很好吃，对不对？好吃。说真的，就是皮啊，就是我有试过把皮去掉的，但说真的，皮去掉哈，我要加你，而且它水分会流失更多，嗯，你很多是讲安尼吼好加，因为你要你买白毛的，它的皮比较薄，比较薄，然后哦黑猪就不行了，黑猪就不行，吃起来很像什么？很像烤乳猪，哎。刚才你说烤几分钟啊？45。你这个做菜就另外，等于是你有二厨帮你做。对啊，你知道，这很简单，像刚刚我们是那人把信息，嗯，要等的，嗯，还45分钟你的厚啊。我们今天这个烤箱，那说大容量，它是4.2公升。嗯，哦，4.2公升这么大。这个气炸锅是4.2公升，它真的是大家市面上现在最大的。哦，需要需要需要，过年嘛。对，而且就是另外就是，你现在以他们这个我们今天的机器是所有的那个气炸锅，它都有通过电检。我们国家的那个检查检验，确定说你这个机器是合格，不会有危险，你可以用的安心。好，反正呢，绝对国家检验合格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市面应该是最大的气炸锅来说，容量最大，然后绝对皮是脆的，绝对皮是脆的，肉是有汁的啊，过年是可以帮你的，对，公卖金花叶。OK OK， 谢谢，谢谢，真的很 juicy， 对呀。再来，够金鸡凯菜头贵料理，没咖喱做。我们刚刚叫做大福脆皮猪，对不对？对。接下来叫做脆皮萝卜糕。哦，都是脆的，应该是。因为是气炸。气炸嘛，脆的脆皮萝卜糕。哎，怎么个脆皮法？就丢进去就可以了。一般你用脆皮萝卜糕，想讲哎呦，煎的对吗？对哦。哎，不是煎，一边煎个用米糕啊。对对对。无同款，那应该用另外一种方式。哦，好。会很有趣哦。好，来萝卜糕呢？其实说真的呢，过年一定会吃萝卜糕啊。萝卜糕就是煎呐，啊，萝卜糕还得赶快吃完，不然会坏。对，啊，一般的我们是煎都是差嘛，它其实就是吃法是这样。但你今天我们换一个方式哦。好，你这个出来应该也会，哎，也会红。这是五花肉片，五花肉片。好，阿丽的提案几点？哦，用五花肉卷起来啊。哇，那五花肉就有点像培根嘛，对不对？哎，培根的话烤完就很酥脆的。溜溜溜溜溜。哎呦，哦，有这一招哦。然后到时候呢，我们就拿去烤。嗯。然后呢，就是外面这样啪，到时候油又逼出来。油又逼出来，那个油又去香香，油又去炸那个萝卜糕。对。哦。所以它才会就变脆皮。结果你的男生说：“哇，你的脆皮好脆，你怎么做的？”我也没有做什么炸的，不过这个可能卷比较久一点，客人来之前先卷好这样，不过这样真的很好吃，而且说真的，这样做哦，菜头粿啊，它的那个风味哦会被包着，嗯，对对，不会爽起，没爽起，然后你也不用怕说过度加热哦，可是你这里很多条，都放得下吗？你讲到重点，因为我们今天这个容量真的很大，所以大到哦，就是等一下你可以看到它另外一个不赶快的，可以放很多，你带就有在。行，卖个关子吼，
我觉得过年有时候不只是说家人相聚的欢乐啦，有时候就是东西带来欢乐也很有趣，就是变一个吃法，有新的想法，对不对？新的一年有新的创意。南极饼吼，好，总共大概就是十二条哈，来，那肯定饼哦，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条，对啊，满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没关系，哦，横的它哦。我们就把它像叠乐高一样，哦，把它往上叠，叠高高，对呀，哦，这样可以炸吗？过年不是要步步高升吗？哦，对呀，这就是步步高升，这还可以玩那个抽一个出来，没有，因为就是你还是都坑白吼，它会粘在一起，而且空气没办法流通，对对对对对，哎，我们现在把它叠高吼，吹，四面八方吹，对啊，这个那个啊，导流的风扇就会让它，对对对对对，对啊对啊对啊，就尽量让它有透到空气，啊，因为这个是这个等于是用风在烤，对，气炸，哎啊，人家都设计成这样，我们要有气才能炸嘛，对啊对啊，其实它应该还要多放几条，我们过来逛，这里好像一次，对 对, 對，一次一包萝卜糕，多饮料，哦好，哎呀，是不是很方便？很方便，对，差点忘记了，直接放进去，太开心了，好来。赶快，啊，因为这个哈，它这样子的话呢，它的温度呢，其实要比较高一点。好，我们就是赶快把它外面的油逼。它最高是多高？这个可以到200。200哈，那我们在200度，好，我们设定200度，然后呢，时间我们先设15分钟。好，哦，就一边是温度，一边是时间。对对对对对，啊，其实界面很简单。好，而且你看到它已经开始工作了。嗯，吹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？风扇在吹，很小声。哦，对哦。真的很小声，你要没有觉得他在工作，比你可能比你我们家电风扇还小声，算是一位安静的朋友，安静朋友，默默的像阿信一样把菜煮好了，对对对对对，好，15分钟，稍等一下，来来来，我们来看一下哦，哎呦，哎，怎么好像薯条一样啊？哦哇，哦，真的看起来很好吃哎，这过年端这个当点心，有没有感觉很赞，对不对？哦，六六六，赞赞赞赞赞。啊，当然的话，有些会塌掉吼，可能无遐尼啊脆吼。嗯，就一样给它叠叠了啊。对啊，叠。不过有些地方有弯弯的了。有些对，因为它有重量。哎，它有重量，它那个皮吼。哇，你看那个酥脆的嘞。丢啊，而且它一样帮我们把很多油都沥掉了。嗯。好，请问这不塌掉吼？你如果觉得不够脆，你就再把它再烤一次。哎，摩擦吼，觉得它是很有趣啊，它就会让你那个就觉得团聚的时候，主要是方便啊，对呀，啊，对不对？请处理好。那你看，那我们再一样看一下，好不好？到底，哦，好像很多哇哇，你看够加嘴油，省油了，对不对？我们一滴油都没有放，还把这一些油滤掉，哦，少吃了好多，少一块在这里，少一块在这里，哦，不然吃就粘在肚子上。接下来我们一样就是要来把它简单调个酱汁，它一样还是要一点酱汁的，嗯，其实这是什么？点酱油膏。酱油膏这也是两大匙，啊，白醋一大匙，醋，蒜头，蒜头，这个像这样子脆脆的，你就是要搭蒜头，蒜头重味道，好，啊，糖一小匙，哦，那要淋上去吗？对，淋上去，哦，真的。像这种重味道的酱汁，它其实搭配这种比较恰恰的吧，今后加过年嘛，就像红红绿绿的，一定要漂漂亮亮的。然后最后在这个，看你到下面柳丁啊、干妈都可以，对，草莓都可以，我跟你讲，要连皮哦，好不好？你有个果酸果香去搭配这个肉类，其实很棒，而且带着那个皮哈，它其实能够很解腻。对，你看，所以哦，啊，这真有过年的感觉，又有圣诞节的感觉。来来来，试吃，往上面拿，沾下面的酱。哦，好，嗯，哇，真的吸满那个油香啊！你们感觉很过瘾？过瘾啊！就是很特别的萝卜糕。对，外面是那个肉，然后脆脆香香，然后里面那个萝卜糕，这样也不怕有些萝卜糕没什么味道。哎呀，因为白的味道就卷这个肉进来，对不对？如果你喜欢的话，先撒一些盐胡椒在猪肉片上面。嗯，对啊，这样子你这些菜老贵蛮好比。不会，我觉得沾这个酱很好吃，对不对？嗯嗯，好，那个橘皮更解腻，吃起来觉得很开心，因为油都少，
对，而且我觉得它很有趣哦，我觉得它重点就是在过年的时候，就是亲戚朋友来啊，买些爱荷兰干妈节，哎，一个心意，有时候给他们一个不一样的感觉，也是一个心意。不一定花大钱，花心思，对不对？心思啊，用铁锤，哎呦，花点巧思，其实可能是平常东西，哎，你就觉得哎，感觉很好。怎么一吃饭，哎，竟然是菜刀贵？对，有创意哈，好吃哦，拜拜拜拜。脆的地方越嚼越香，就是很方便嘛。对，其实最主要他在帮你处理。而且你看，刚才过程中他都弄不下面香哦，刚才先补嘞，到达之后才弄我们家公文嘞。不错不错，好不好？有加大容量，然后可以帮你处理难的食材，一次处理很大量的食材。赞。简简单单，萝卜糕卷肉，你看出来大家都觉得哇，好棒好棒哦。对啊，对啊，就好像很厉害一样。谢谢。喂喂喂，谢凤姐，总是带来好帮手，谢谢谢谢。你在夹这个橘子真的好吃，鲍鱼娃娃菜像这样子，不只是说让味道进去，也要让它的味道出来，对不对？ Yes。它是要让整个白菜呢，它的香气再次提升，透过蚝油的一个咸鲜，然后再来结合了一点点姜末，白菜的甜，跟这个鲍鱼的鲜，合作会，哇，我好期待，好鲜美啊，就好吃。而且最主要是鲍鱼里面的香气，它是非常的充足，好甜，好好吃哦。是啊。